同虎在推进城打得过没有副作用的麦哲伦吗？打不过的。首先麦哲伦的实力我认为是有大将级别的，如果说他是准大将也可以，因为麦哲伦有这个拉肚子的这个 bug， 他打一打他得拉肚子。如果是打一般的这种对手，或者是遇上黑胡子这种一开始打不走心的直接秒杀，但是遇上大将这种特别肉打得没完没了的血贼厚的，麦哲伦打着打着他即便攻势更占优势，前期更占优势，但是他一旦要拉肚子这个问题就非常尴尬了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我认为麦哲伦要打大将这个级别的这种血厚型选手，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占优势的。但是如果当环境放在推进城的话，我感觉推进城对于麦哲伦来说有 buff， 整个实力的加成，感觉麦哲伦的实力在推进城之中已经不是大将实力那么简单了，是强将皇级别，我感觉比原三大将还要猛。因为能做到追着革命军，追着七武海，追着现在的两个四皇跑的人，包括秒杀黑团的人，能达到这样的战绩是神将级别的，很大原因是在他的主场推进城。所以说如果在推进城之外，我觉得麦哲伦耗不过藤虎，不好耗过任何一个大将。但是如果在推进城之中，麦哲伦是真正的王者神将，我觉得实力是强于藤虎的。